欢迎大家回到安安辩论子频道，我是阿明，没有错，今天就是要来开唱这个哪里个嘞？这个是初音未来，大家应该一看就知道了，它是一个很知名的角色。其实我很喜欢女生的公仔，可是我又没有喜欢到要买，所以这只真的让我买下来的原因，不外乎就是因为它真的太漂亮了，所以我今天就决定来开箱我那天在地下街买的公仔。哇、哦，真的蛮美的。哎呦，那大概多少钱？我那天买了3000多块吧，3500。我看一下，我看，3500不对，是4850。哈哈哈哈哈！太骗人了。这只好美哦，这只是初音未来跟巴哈姆特之怒这一款游戏所合作的，但是对不起，它头发断掉了。因为它掉了，吓死了！哦，短发初音，还不错哎、欸，这个不错哎、欸，这个其实如果你特别喜欢短发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收藏。OK， 我一个一个慢慢来哦。底座，短发初音，还有初音的两个头发，还有马菜，这个是啥呀、啊？姻缘线哦，不是，那是他身上要来缠绕的。缠绕的部分 是好，然后巴哈姆特之怒里面它的卡牌的造型就是长这样，然后全身都是以白色跟金色还有黑色为主的一个装扮，所以让它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有质感这个角色。然后我听说这个公仔的裤子可以脱掉，我看到了，可以偷偷看吗？五告变态，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来啊、哦，这个好棒哦，它的涂色真的超美的耶啊。它是那种，就是飞跃的感觉，而且它在里面是一个星空的造型，就感觉像是星光，然后反射在它这个头发上面，真的很美。而且它头发做了一个半透明，然后这个叫什么、啊？珠光吗？这个是珠光吧？算是啦、啊。透明。救命啊！这个脑洞。我看。哦，明明就很简单，哦、手卡到音了，好美哦，是不是真的很美？而且重点是，它这一次的底盘呢、啊，也是依照它在卡牌里面的那个样子，然后去做出来的。然后它也初音也为了这个游戏做了一首歌，所以在那个游戏里面就可以听到它的唱歌之外，它里面的角色就是一种星空少女，然后它叫做冬季女主角，上面写的。什么 Winter 什么女主角的，还看着英文讲女主角，因为我不会念哎，怎么念啊？Heroine 什么的，好随便啦。他就是一个冬季的角色。我刚看了一下着色，他着色真的是以白色、金色跟咖啡色为主，而且他戴了一个手套，然后那种飞耀的感觉在星空里面。然后这些星空就是感觉是反光在他的头发上，所以他头发上有一些透明度，还有一些珠光的折射，然后深浅都比较不太一样。好美哦！天哪，他这颗头可以啊！啦啦，完成了，拿不到。突然变得很拿得套哎！你不是要脱他的裤子吗？你急什么？这么快就进入主题，我先把音源先。很急啊，想看脱下来是长什么样子。裤子在装音源线啊，不然大家还在重装一次。其实我真的原本没有要脱他裤子的意思，但是因为公司的男同事实在太多，我不。不是他设计了这个元素在里面，我们就要玩到让观众知道他怎么脱裤子、啊。男生就是想要看量差才去买啊。好，好。看上衣可不可以脱？哎，这个小姑姑是珠光的，这个小姑姑是珠光的，各位，你们有看到吗？这是男生们最喜欢的打扮了，就是衣服有一点长，可是又露出一点小姑姑。这样不错，不然我们不要给他穿裤子好了。这个我一开始买来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它很美，就你们直接把它裤子脱掉，你们是有多变？会不会下一次又看到一些衣服上有一些斑点出现？我就不说了。好啦，让它回去到原本的地方好了。是不是？你们那样敢正面看着它吗？是不是？敢啊，敢啊！我现在在看啊。那是因为你的工作，这是你的 job。等一下，这样又要再拔它一次腰。
天啊，终于拔出来了！我还是觉得她穿的裙子比较美。我们现在把耳机先放上去。哎，它这个铁丝不好用哎。哦，这个真的不好用。这一只公仔最难的绝对是铁丝。它就是要看你这个主人对它的心意在哪。因为平常这种东西，我就会放到旁边不用。那你也没有蛮内心的。所以我都不买这个啊，扎的已经明显。万一绕到我和阿辉身上好了，绕到你跟丫丫身上，才会连在一起，不是吗？怎么会连在一起？你怎么会觉得它会连在一起？那把它剪断。我剪断你的姻缘干嘛？你的姻缘你要自己去争取。通常你的姻缘会断掉，都是你自己自作孽不可活。要走心啊！还有他这次没有在镜头里，不然也很难收尾。那不然我们来拍一集，承诺要兑现。你对你的公仔了解多少？可以啊。来啊，来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一支影片见证了奇迹的时刻。拜托，我对我的公仔是了若指掌啊！这个线进不去，没有办法卡。太细了，是不是？卡紧，它没有办法卡紧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干什么？你说说看你对这公仔的评价好了，我来绕这个线。我觉得衣服做的不错，而且它的胸部啊是没有穿内衣的胸部。是啊，我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鸡突啊，没有这种鸡突是舒服的鸡突，尖尖的鸡突，对对对，就是跟抠爸画那个角色一样，就是二次元的鸡突，对，它不是一颗在那边，它不是 H 漫的，它是一种艺术的，我了解，艺术的胸部的形状，所以我觉得很好，就是它有一种幻想，而且重点是这种胸部就是不大不小，刚刚好，是个小巧玲珑的丰满，很棒，非常棒。线呢？他这个腿好像巧克力棒。这里有啊，这有巧克力棒。因为这也是跟他的腿很像啊。对，黑师傅。突然间觉得他的脚超怪的啦。哦，我想到了，你知道他很像什么吗？他很像金沙巧克力，他的裤子以下都是金沙巧克力。我怎么喜欢电流奇迹棒？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了啦。不行，你已经很努力了。不行，我这今天没弄好，睡不着觉。难怪长边不买这个公仔，对他来说太难了，他的手不方便。你鞋套。难怪他都说他都会放在旁边不动。可是我只要看到这种有线的，他自己装的，我都会有点屁堵啦。好，就这样了。好累，好累哦，啦啦啦，完成了。今天这就是阿面子的少女开箱。今天这个巴哈姆特之怒的初印就开箱到这边了。我下次来看看还可以开什么少女给大家看吧。这真的好美哦！终于可以找到理由可以买女生的公仔了。哇，之前都不知道用什么理由买女生的公仔，都只能看缠面买那些歌集啊、漫威啊这些，全部都是肌肉。还是说缠面其实喜欢男生？这是我不知道。其实我们都误会了，他不是真的想跟洋洋在一起。烟雾弹是不是？可能其他是个烟雾弹。放屁！你这个，说不出话来了。我刚才想唱这个公仔。好啦，今天少女开箱到这边结束喽。那之后也会不定期出一些就是少女开箱的部分，就是开一些少女的东西，或是开少女。就这样，那我们不定再见啦，拜拜。啊，好美哦！你是不是喜欢男生？所以。胸部大的男生，胸部大的男生，确实是哦，他每一只角色都是大鸡鸡哦，都是大鸡肉哦。女生，不然要不要验证嘛？不然你找一个胸部大的女生来借我摸。好，我们就来找一个胸部大的女生，然后愿意给他摸，看他敢不敢。你敢不敢摸？他现在开始想，为什么我不敢？你情我愿的，有什么不敢？跟你讲，这时候就要联络谁？就要联络尤伯西。尤伯西是男的。尤伯西他认识很多妹子，他最近都是拍那些开箱大奶妹的家。算了。